越南最后一碗，来体验一下他们的热炒破皮酒屋。今天是礼拜一，人没有前几天那么多，我们人已经就定位，菜也点了。这是我们的位置。我的同行友人，这个一盘差不多多少钱？平均大概2万-19000，差不多100多块，17000-27000，一点海鲜的200多块，100-200块吧，分量还蛮多的，这都肉类都100-200，他们。以当地来讲算贵啦，可是我以公公来讲的话算 OK。没有，他在跟自己讲话，他在做。哎，你没有讲冰块的事。哦，这个冰块超屌，这个冰块是棒状，飞机的啦，素汐。为什么无法储存 ？OK， 我们要开撕了。